贴合除泡一体机 iMark X Pro 屏幕贴合除泡操作演示。将屏幕放进 12.9 寸的贴合舱，有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选择。我们点击中文，这里会显示它工作时的各种数据。点击参数设置，在这里我们可以随意修改参数。点击白色框，设置好后 ESC 是退出， Enter 是确认。其他参数也是同样操作。手动控制里有真空、贴合、解压三个功能选项，我们可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。如若参数设置有误，我们可选择恢复出厂，还原默认数据。 OK， 开始贴合，贴合时间20秒。贴合完成，我们看下效果，屏幕基本无泡。我们再将它进行除泡，参数设置的是5分钟，一般3到5分就可以了，现在是2分钟。我们将它按停，看下它的除泡效果，屏幕无泡，贴合成功。